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片进来。本频道以1001楼数位的游戏为主。这一次呢，忍斗格斗祭典呢有稍微更新一下，然后顺便拍一下那个燕的生日片哈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的是哦，你看我们的白银武士生日快乐是没有公告缩图的，我们替白银武士默哀啊。好，那这边要讲到一个重点啊，其实是两个重点啊。第一个是那个商城这边啊，限时礼包会有，假设你没有选手的话，就会随机推出两个哦，让你可以购买的选手哈、哦、的礼包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你只要花一点，你只要有氪金，稍微花个钱的话，你也不用氪很多，你基本上就是可以慢慢获得到所有的选手哦，不用在那边抽抽乐，而且更何况人币抽抽乐，他也直接给你拔掉了，所以也没有到敛财的程度啦，我觉得。这游戏怎么赚钱呢？但是强化角色的数值啊，这个最花钱哦，像这样啊、哦，好，就是不管这不是这一次影片的重点哈、哦。那燕2月12号，2023年2月12号燕生日快乐哈、哦！你到那个粉专的话，可以看到这个燕的生日哈、哦，这个都还蛮好看的，可以去看一下哈。哦，那最后就是来试全模式的 AI 性能调整了。那全模式 AI 性能调整，我就顺便来检验的生日好了。那我们打这个第一个出现的模式叫做千人斩啊，开个箱啊，开个箱。噔噔噔，白玉玉手箱啊。好，我们这边开场冲过来，闪掉他的前标。到底有没有改什么，我是不知道啊。我的焰练度很高的、啊，在当时只有一吹可以买特卖直接买的时候啊，一吹那时候就我为了要那个一开始先抽角色，就抽出来一整排全部都是那个什么焰跟灵琴。这选手卡一整排都是燕跟灵琴。所以我的燕很快就这样五星了。不得不说，忍臂招募还是有它的卖点所在啦。其实，在获得选手卡方面的话，其实忍臂招募是很适合那个的，很适合让自己的选手升星的。假设你没有单独特别去练哪一支呢？假设你是要全部练的玩家的话，那个其实很值得。AI 好像有变强吗？就变得动作流畅一点吗？不然说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改在哪里。这边看起来特别痛，原因是因为我的燕真的有练。残了！啊，谢谢你撞我，谢谢啊。我命，跑走了。好，千人斩，千人斩 B 加段的 AI 目前大概长这样啊。こんなの自慢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，下一个，第二个模式是大豌豆，不够。好，那大豌豆 AI 吗？啊，跑过头，惨了，是不是因为段位太低，所以难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？我没有很强吗？啊，
先被，但我刚那句话没说。不行啊，这个 B 阶段的 AI 不够打，好快啊！こんなの自慢するほどでもない。想要到难度高一点的才能吧。难度高一点的、啊，等一下段位选一个 A 加段的大家看好了，先继续打、哦。第三个出的是拯救公主。拯救公主。呀，来ないで。其实最需要改动 AI 应该是拯救公主吧。艺术之暴者。你看这 AI 受伤了也不会跑、啊、到底差在哪里呢？哪里没办法理解呢？啾啾啾啾！哎，我怎么文燕怎么用最初始的造型啊？等一下来换造型好了。啊，都打在无敌上面。我的闪，我真会闪系列。欸，到底要几秒啊？应该超过了吧？这时间。那还是失败了，不，也不是啊。没有看出什么特别差别，真是麻烦。我等一下，我一镜到底，就突然间发现说，其实 AI 没什么改变，还是真难讲。下一个，下一个是魂胚霍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B 加段的魂飞霍散啊。燕打魂飞魄散的话，会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他会非常的短腿，但是好处就是他有超强控制，短腿到我已经喝了两瓶神水了，圈都还没说完，已经喝了两瓶了。最后一瓶基本上一定要扣着啊，在最后几秒的时候关键使用的。啊，像那个魔王要回血打断他。就自瞄让你打另外一边，这个没办法。肉弹验真战车，撞到你哭出来。下一，好，注意呢，注意靠近你十字的东西。下一，你这个下的不只是一了，所以它就是因为技很珍贵，所以集技很重要。哎呀。我就赌他不会撞我的说，啊，大哥你冷静，哎，大哥不要再扑了，燕的腿会被你折断的，啊，这个就不知道怎么进去了，有了晕住之后撞，虽然说撞到别人了，撞到另外一只，撞，不攻。如果是 A 加钻的 AI 啊，你已经被撞掉了。我刚刚在左上角那边是不可能不被撞下掉的。啊，好，魂飞魄散。A 加大乱斗一样几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加加。
好，那接下来，绝命之力，现在堪称最好刷分的模式啊！刷开箱点才对啊，刷开箱点。欸，为什么猫诱导跟排骨一直在我队友啊？他要嘛就是单人模式右边两个过来，要嘛就是在我队友。好，惨了，他一个奥义火山爆发，直接全凉。你看，一个最烫的熔岩妖怪喷人家二技不死鸟喷射只烧三下。我还以为你有烧四下，连蜘蛛丸都比你烫，摩托罗，摩托之耻。好，二三秒，直接把他带走。二三秒太早啊，看来是要二三半或者是22秒，22秒最稳了，1分22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所有 PV 模式都打完了，我们验得到了5个顺畅。在接下来 AI 还有一个地方会有 AI， 而且是绝对的 AI， 叫做这里。可是这个你要怎么看？这个你没办法看吧？这个你没办法看啊，这要怎么看？这只能一关看一只欸，然后这样打下去不就几十分钟、20几分钟、30几分钟的片，谁要看啊？不要撞我啦！好耐的，呀呀呀的呀！哎，要休息休息，马上也被休息。我忘记这东西很妖孽了，放车。放灯，喷焰，又一，一技，二技，二技一技才对，奥义，啊，还行，差点大意了，没有闪。我们不然我们打到500层好了，这个要用什么？随便打，一吹，啊，那就用一吹好了。记得好像不是用一吹，这关怎么打来着？忘了，无所谓啦。可以啊，哼！小天气呀，可以啊，灰机两个兵器，好，我们500层了，哎、欸，还没500层哎、欸，哭啊！拿夜叉王打夜叉王，对啊，感觉 AI 没啥变啊。它变在哪、啊？我是觉得游戏好像有点更丝滑的感觉了，操作也比较顺畅。不管是用手机或者是模拟器玩，都非常的顺畅啊。好，500层。接下来要干嘛呢？接下来就等我把那个燕的头像解出来吧。好，那我们的燕的生日快乐已经完成了，用燕获得到10场胜利哈，转单券1张，再加上这个燕舞啊，燕舞是哭哭啊。好，拿到燕舞之后呢，来换波。好，这影片差不多先这样子啊。我是天虚，这也是天虚盖瑞珠。喜欢的话就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加铃铛，你开心就好。那祝燕生日快乐啊！这个草图画也很值得一看。先这样，拜拜。